来说今晚千万不要说这边的菜，清淡了。不信你来一下衢州。今天我到衢州时间比较晚，我看了一下那些菜馆的关门了，搜了一下，果然吃麻辣烫比较合适。我觉得找了一家比较特别的，这边鲜选菜在排队。这是油条吧？但这长得像午餐肉的是啥？牛肉，这样是鲜肉啊，苹果肯定很希腊。香菇也不赖，豆筋，有我们乐山在豆腐干里夹萝卜丝，这是夹在肉，香菜，这最后一串啊，里脊肉吧，莲白。 来个鸡爪，花菜啊，腊肠，应该够了吧？剩不多菜都没有午餐肉啊，痛心！要个粉丝滑肉，你好，我这选好了。好嘞，谢谢。九十二号，我现在才79号，这儿的晚上9点过了，还这么好生意。好，9点奶茶都到了，大待会儿辣。现在排到86号了，这是个好果酱，等一个小时。哇，终于到我了。我九十二号，九十二。对，好，刚开始煮是吧？不要，加到号就马上开始煮。麻要不要？麻要，要麻。甜不要吧？不要那么甜，对，就麻辣味儿吧，中辣。这是我家的粉丝。 加滑肉的，滑肉粉丝，这边就是我的菜了。还有一盘呢，这盘也是。哎，老板说你们只有135才开门是吧？哦，真的是啊。我的齐了，没了，89，这么一堆，89，尝一尝吧。现在闻味道来讲还没什么危险，第一口先尝个希腊的香菇，哇，真好吃。 吃下这个粉丝，但是我刚得到一个噩耗啊，这居然没有米饭。哦，这么辣的东西没有米饭。我之前以为它这个味道可能会和南昌的水煮很像，因为刚才闻着味道很像，但这个调味完全是两回事。这个我觉得四川人来了绝对不行。哎呀，急死我了，没有饭呢。我得去找找饭。我刚记得过来路上那边有家卖饭，哎，就这儿盖浇饭，主要是为了米饭，就要个简单的。老板就来个青椒肉丝盖饭嘛，饭少一点就可以了。好，打包。 结果看错了，便宜的是青菜肉丝，青椒肉丝要17块，刚付了个13又补了个4块，结果还是付错了，又加了1块钱的盒子，18块。哦，还挺香的。把午餐肉烫进去。啊？你去搜午餐肉就知道，刚才小朋友来问我名字叫什么，看他会涨粉。来，评估送饭。哇，香饭好好吃，真棒。 很好吃，但是玩我还没怎么玩。辣，我都辣得满头汗了。小朋友对我进行了一番采访。拜拜，玩的开心。哦，拜拜拜拜。油条。这样是刚才那个鲜肉丸，淀粉含量很高。馒头汗，这样还好，还不至于把脸辣红那种。这是另外一种丸子，都是淀粉味很足的。 来个碳水配碳水，粉丝下饭，哇、哦，汗止不住了。其实台风来了，天挺凉快的。哇，这太好吃了！今天开过来路上雨特别的大，在很多地方大概排队伍就是麻的开。里脊肉，腊肠，也不知道甜肠还是咸肠，应该是甜的。哇，甜肠，好硬啊！ 但我今天感受呢，如果你是电台酱没问题，那到这儿来中辣的完全没问题，也许可以吃下爆辣。或者用电台酱的比喻，大家感受不到。我觉得这个辣度呢，大概就是个曹氏的中辣。好，那么7月30号和6月13过生日，朋友们，祝你们生日快乐！说来怪啊，自从杭州过来就2个小时车程，这口味变化怎么这么大？ 牛肉片片，看来华东待了大半个月，我这吃辣能力没有减退。这还有一种丸子，其实这不配饭也是对的，这每一种丸子都是主食。豆腐干干，这不卡的是肉。嘴上说不辣，这汗和鼻涕还是暴露了我，上面这些丸子挺衬人的。好了，那就明天见。嘿，我们天天见。